来做我前一阵在海底捞特别有名的吃法，买这个油面筋，然后把鸡蛋塞到油面筋里面，拿去火锅汤底里面煮，很好吃哦。我们开始吧，这边有一个鸡蛋，哦，可以用手指，也可以用汤匙，尽量把，你像这样子就可以了，把蛋。倒进去之后就像这样子，你就可以拿去煮，最好是火锅的汤底一定要滚的时候你再放下去，这样子的话你的蛋液就滚，哇，那个流出来了，今天做失败了，全部都破洞，把剩下的火锅料加进去煮热，煮完的面筋变蓬蓬的，但是还是软软的，好吃哦。最后再下一点乌龙面，大功完成。不辣，好喝，哇，那个面筋你看，好香哦，里面还有蛋，